开始你把你说的也稀释了一些噻，喏。嗯，可以。喂。没得好搞的嘛，外头应该还有个岗位，那我晓得我。这还有人吗？有周学长。你可以把它敞开了，应该是。能的，能的。我没犯傻。挤得好长，他妈就踢他几个拖在地下不长，你觉得听吗？嗯，可以。但是不是我老哥在担当，老哥在听一下的。接着来，哇，好长，粘住了。好难长，就是这好长。就是长啊，拖地下多长的，他妈就贴进来去。我操，好难弄。然后是手撕的，剪起来挺重要的。但是我看他们也老，我一般都是那儿再打那个结的。啊？他还没啥意思。反正剪刀。你不是在血管子那边一个那个里面血管那个？多小家伙？哎，看不到了，还小，那还有。哎呀！那你给掰开来，掰开来，找个罩子，罩子。多搁点水，那个那个仪器搁那里。嗯。这儿那么有长。原来你这么长。看嘛，恐龙母的，恐龙母的。我看一下，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个啥子东西？啥子玩意？什么名称？啊啊，找一下，带过去。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个耙子。哪个拿的？又不得停下。嗯。那声音可大些呢，我觉得。嗯。这样子没好大声。
吞下来，反正比起他们来稍微小声点，但是比这个大声。嗯。再来呢？喂了吗？我在那屋里的，在没在那屋里的。喂。啊？啊？我是不知道的，在没在屋里的。没。我有的嘛。这是。啊。嗯。在洗澡吧。先穿个体重。啊啥？马上称个体重，你们觉得应该好多克？应该是克左右。我觉得可以，我百克左右，一百二十克都要去。有，上次这个门其实也是不轻哦，以前门还是拿起那个系带的嘛。对。按照你这个门还是不轻啊，系带那么多的嘛。一个三十七，三十五，一个